住一晚。我是明雄。哦，谢谢各位美加、马来西亚、台湾的朋友们。今天台湾朋友是一大早起来哦。那美加现在是礼拜五下班后，谢谢你们今天到蹦蹦来。Out of the ocean, so far away that no ship sail， 没有船曾经到这个岛上来。然后后来这个岛上，从很多从别的地方来的人，他们变成这里原乡的住民。今天我们特别特别高兴，我们期盼已久的达哥 Alan 能够到我们的节目来，将要跟我们介绍原乡的秘境，这些原乡的部落怎么去，怎么玩，怎么享受他们的美食。 Alan 他喜欢登山的旅游活动，从他念硕士开始，他还跟天下杂志合办了一个微笑台湾。反正他有太多太多我们等着知道的事情。现在让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达哥 Alan， 跟大家问好吧。好，谢谢那个大家线上的朋友们，大家早安。很高兴今天有这个机会能够跟大家来做，我的这个在台湾这么多年来的一个部落旅游的一个经验分享。那就是在开始前，就是先让大家了解一下说，其实也是因为多年来的这样一个喜欢台湾的一些山林的一些活动，所以也常常带很多朋友就是在台湾的各个乡镇里面去游走，然后慢慢的去认识台湾，了解台湾每块土地里面的每个地方的一个人文历史。所以在这过程中，就是不断不断接触了很多高山的部落，然后在过程中也有一些相关的一些经验，把它累积，然后汇整成我这样一个很好的这样一个回忆。所以也是很多朋友跟着我这样的一个过程中的一个旅游，所以他当然有些人也是非常的很开心的去帮我去做分享。所以今天有这样一个机会来跟大家来做一个，就是有缘的见面，然后也借由我这样一个这次的这样一个资料的准备，然后把我这多年来很多很多相关的一些旅游照片能够分享给大家。那可能其实主持人给我的时间也不多啦，但是这时间来上来讲的话，我尽可能把我能够所分享的尽可能去分享给大家。好，那等一下就会好好的能够在这过程中把我一些旅游经验然后做就是简单来做说明跟介绍，谢谢。谢谢达哥，也是我们美加伙伴的福气啊，未来可以 plan 一个台湾 trip 在这些原乡部落，然后 Alan 就是一个拥抱山林的梦想女人、旅人、旅行者啊，所以真的今天很谢谢他来我们的节目，那大家也可以把你对原乡的好奇，还有故事，还有这些秘境的景点做一个了解啊。那我们现在来等 Alan 帮我们放他，可能是他的硕士论文很棒哦。那我们现在来等他来放 PPT， 然后今天播不完的话，我们今天真的还有第二集哦，挖到 Alan 哦，挖到宝了。因为我们蹦蹦曾经有好几个讲者来分享他们生命的故事，一再提到他们曾经最难忘的旅游就是参加达哥的达哥家族Alan 的达哥家族的部落的旅游。那今天很高兴邀请到 Alan 来如何深度旅游发现部落之美。 Alan 欢迎你。好，谢谢。那我所做的这个简报的部分针对我多年来的相关的游走相关部落的一些内容部分来分享给大家。那题目是如何深度旅游发现部落之美，其实就是要让大家知道说，其实部落玩部落很简单，那很多人不知道怎么玩，那怎么去发现部落的美。所以就很单纯的，我就用简报内容部分来一步一步来让大家来了解。
如何能够来真正的去踏入部落，深度部落，来发现真正部落的它的一个美景。好，那所以一开始还是我先简单自我介绍一下哈。那其实我算是也算部落客，但也算平常的一个上班族哦，也在上班。我同时应该是说我是用假日的时间哦，或是休假时间，然后再带大家来，就是能够来游走这样原乡部落。所以我在部落客，其实我在部落客里面已经写蛮多相关的一些旅游的相关的记事。其实我旅游除了部落之外，其实我还是很多其他的一些，不管是在美食的或在单车登山，其实它还蛮多一些琢磨的部分。那这次主要分享是在部分的部分来跟大家来做这样的一个分享。然后当然就生态旅游的有种规划哦，专演讲这部分都是有。那当然我这过程中就是因为太多太多朋友喜欢跟着我这样一起来游走台湾的一些各乡镇，所以我就是会组了一个 Alan 的家族社团，然后里面的成员100多个人的当中，能够让很多很多朋友都跟着我的一个脚步哦，去深度哦部落，去发现部落之美。那同样在这过程中，我也是就是上班过程中也是有去念硕专班啦，哈，去念硕士论文。然后我的题目也就是在针对原住民的一个旅游的一个重点来做哦做分享。所以我那时候研究的目的就是以司马库斯哦，新竹县司马库斯这样一个地点来做一个原住民部落的观光目的地的意向的一个研究。那这部分当然等我这个整个论文研究发表出来之后，我也曾经就是在民传的一个观光国际研讨会当中去做这样一个发表。那另外我也在2016年也曾经就是报名参加了国外的一个这样一个发表会，然后去到日本的京都哦，去做哦，也是这样一个把司马库斯的这样一个论文的研究在京都当地去做一个发表的一个这样一个过程。那所以我的专辑当中其实也是很多这个部分，我就让大家先了解就可以了。那这些都是我自己拍的照片，其实在十几年前那时候都拿单眼来拍照，那现在越来越单纯的情况下都拿手机就可以拍出跟这样美丽的一个照片的。那这就是简单跟大家讲说，其实在过程中我也是很多一些单位也找我去做一些演讲部分哦，让大家去做参考一下。然后我有自己的部落格哦，就是我的部落格名称我取叫做 Alan 的生活日记。其实我当时用这样一个名单，很简单，就是很喜欢，因为我喜欢回忆过去，我喜欢是个念旧的人，所以我就把我过去所去过地方，所玩过地方，然后借由我的以前的部落格的一个内容部分去做记录，去写日记，能够把我一些所旅游过的相关的一些景点能够用照片去把它拼凑起来，然后让自己人生更为精彩。所以如果观众朋友对你的部落格有兴趣，他们就 Google Alan 生活日记，可以找到。对，现在生活日记就可以找到我的，现在我现在最多是用粉丝页啦。那我本身我的比克邦的部落格也是还有，只是都这几年来可能因为比较那个上班因素，所以现在时间比较少，我赶不上我写的速度。那还是里面还是有一些以前的文章还在，那我也是陆续想办法把它拼凑起来。哎，其实后面我最后面还是有一些留一些相关的一些网址哈、哦、，QR code 可以让大家来去看看我的网页的部分。嗯，好，谢谢。然后这个的话就是，其实我就是因为喜欢深入台湾过程中，所以我也对台湾各乡镇的一些景点都非常向往，所以当以前那个天下杂志哦，他推出在10年前的时候推出这个微笑台湾三九乡款款再出发这样活动的时候，我就很开心的想要参加。其实参加很简单，就是天下杂志他有办法，就是在各个便利商店、各个跟很多一些相关的旅游景点去做合作，然后他把每个乡镇的那个章都有存放在那边。那我们就可以去索取，去便利商店索取一本旅游护照，就是我们右上角看到这旅游护照的样式。然后呢，里面就是有跟针对各个台湾的乡镇的部分。当你去到这个乡镇哦，比如说，
比如说去苗栗、哦、去苗栗我们去南庄好了，去南庄这个南庄这个地方，那到南庄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这本旅游护照打开，然后在南庄的地方盖这个章，去找南庄这个章盖上去，那代表说我已经来过这个地方了。然后其实以前天下杂志在玩的时候，就是说它就是会用电子的方式、哦、就电子书方式还有用纸本方式能够记录每个人每年度他到底去过几个乡镇，就像我左边所看到这就是透过他的 APP 然后去记录我当年度、哦、每个乡镇我去过几个地区，这样子每个县市去过几个乡镇 的部分。所以这就是当时的一个很憧憬，对台湾319对台湾的这土地非常非常的向往过程中，就会去做这样一个这样一个活动的一个。所以这是最早的打卡制吗？对，其实那时候很疯狂，但因为这是免费，所以大家都会去哪都跟着我走。所以我那时候很疯狂的一个县市，比如说去一趟苗栗，我就去苗栗好多乡镇，一次一天就给他盖好多章，然后冲来冲去，然后哇哦，然后每个点都蛮不错，比如说他就盘点或某个游乐区、哦、他就会去找他的章拿盖，然后这样子，然后就是能够让自己能够真正的去认识这样一个乡镇。比如说、哦、右上角看到万里、哦、万里新北的万里、哦、万里区有什么东西，我们就可以去那个乡镇，就可以去寻找当地有很多很多旅游特色的东西存在，所以我们就可以从那边去找到很多很多对这个当地的一些人文、哦、的一些的憧憬，然后能够去真正是深度这个地区的一些文化了、哦、是以这种方式去进行、嗯、这个章也设计的很好，这个章、啊、对，所以那时候很有意思。但是因为他这个只是因为他只是在推广这样的活动当中，他所以他可能推广几年之后他就已经没有再推广了，可能就是已经没有那经费或怎么样的、哦、所以后来就已经没有，所以已经落寞了，所以没有这种东西存在了。那我可是我一直很喜欢这样的东西的情况下，我还是自己宁愿花钱自己设计这样一本的类似我自己的哦达家族的一个旅游护照，我自己也带着护照旅行。所以里面设计其实我一直有仿一些天下文化的一些内容部分，然后去做一个这样一个格式出来。那这东西的话就是也是可以，不管你因为我没办法去拿到章来盖，但至少可以让朋友有这本，他还可以带这一本去旅行，然后借由各个地方他来到了，比如说台北市的北投区、哦、北投什么，他我第一天我到了，我可以写说我日期什么时候来到北投、哦、然后然后地点是什么地点，然后看看你是要用什么方式去记录这东西都可以。那我已经不限制一定要用盖章方式了、嗯、那当然这本后面还是有很多一些空白的页面，可以让我们可以直接到当地，如果有很多图章可以盖的话，可以做一些相关的一些纪念、啊哦、所以那时候也是有这样一个方式去设计。所以我那时候也改了好几版，然后就断不断就是在推动这个样的旅游护照、哦、这就是、哦、它包括原住民部落的一些相关的内容介绍，国家森林游乐区，所以一本这样的一个旅游护照，就是喜欢的人会拿来这本去、哦、甚至现在很多人会跟我买的原因是因为他要带小朋友，他要让他的小朋友去了解整个地理，台湾地理、哦、地理的地方，所以他就是当作一个学校教育的一个这样一个方向，所以他就买的送给，就带给他的小孩，然后让小孩去认识台湾319的乡镇、哦、那等于说每个人有不同的用途。你当年自己开发出来的这些山地部落的秘境也都已经有 list、嗯、你有在上面，在你这个护照里面有写吗？对啊，哇，好棒哦，很值得收藏。哎，突然让我想到，我们应该来设计一个蹦蹦的台湾旅游护照，台湾蹦蹦的旅游护照，或者是台湾的朋友到美加到达拉斯来的达拉斯旅游护照。对，所以其实这个，然后我一直想再改版了，只还没有那个时间跟那个。这个都要花费很多时间跟金钱的，所以等到时候我比较有空的时候，会再对这方面再做一个后续的一个、哦、改版的一个作业，能够让这个让这一本能够让更很多朋友能够更喜欢的去使用它，可以把它改的在更国际版，像美加的朋友也都可以用，国外来的旅人也可以用。
因为现在是我一个人、哦嗯、一个人平常上班都用假日在做我的梦想活动，所以时间有限啊，那可以做多少算多少、嗯、那当然如果很多人会帮忙或是有经费来源或是有什么都可以，那当然都可以看怎么样、嗯、那如果不是的话一个人当然就是以我自己每天可以做什么想做什么然后多少人力多少时间做多少事情，我整个这样而已。其实我很多梦想很多理想我想要去做，但是就是因为卡在我时间跟我时间上不足的情况下，我很多东西都只能一拖再拖、哦、没办法去完成，但心中一直很多想要去做的事情、哦、所以过程中我只能说就是就尽我能力去完成我可以做的事情。希望蹦蹦的朋友里面也可以来参加这个义工活动、哦、我们一起来设计把台湾推向国际的这个秘境之旅啊。谢谢达哥给我们一点发想。然后接下来这个在我一开始的时候我还是用这张照片先让大家了解一下，这个各位应该知道这个目标是什么吧，这是山猪、哦、其实山猪来讲的话在部落里面它可以把它雕刻的这么的栩栩如生，然后包括帮它配个一只山猪刀，然后上面还是用那个就是用他们那个什么那个大冠鹫的羽毛或者是蓝腹鹇的羽毛去把它塑造出这样一个这样特色出来，所以在当地的部落其实很多很多这样一个不管你把它当作纪念品来看待也好或是或珍藏品或是怎么样都可以，但至少它就是一个很让人家看了就很疗愈的一个很好的一个纪念品、哦、所以我先这个就是以部落的一个代表性先让大家知道这个地方是阿里山的一个来吉部落本身一个他、哦、所雕刻出来的这样的一个作品，这后续还会再跟大家讲。那这一张呢，这一张我很喜欢，这一张是我直接去现场拍照的一个很大石壁里面它彩绘出来的这样一张图的照片。那这其实现场已经没有了，这是将近10年前我去拍的、哦、你看到这些痕迹都知道这是全部都是、哦、都是石壁、哦、然后用彩绘出来的。其实这是在泰雅族在那个北横的一个复兴乡桃园的复兴应该说现在桃园市的复兴区里面的一个部落，它本身这个一个因为泰雅族人部落人他们就是很会绘画，他们的绘画的天分艺术很高，所以他就用他的绘画的天分艺术去彩绘出在墙上一个很大的墙墙上去画出这样一个泰雅族的这样一个作品出来。那我还没跟各位讲那个部落的一些相关族群嘛，那没关系，直接让大家了解说其实这就是一个以泰雅族来讲他这个彩虹他这个纹面、哦、这个部落的男生女生这个还是纹面竹子，这代表什么东西，代表这个部落文化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就是的历史一些 的留存啊。所以等一下跟大家讲到泰雅族的时候就会让各位了解到说其实他这一张就是象征代表就是要能够去描绘出说当地部落族人他的特色文化，比如说这个纹面、哦、彩虹桥是什么意思，彩虹桥就是说对泰雅族的人来讲他们过世之后他们是喝小米酒，然后不像我们一般的汉我们台湾人就是喝波蒙滩然后走奈何桥上过去对不对，他们是要走彩虹桥过到对岸的话祖先在那边等待他们，所以他们的祖灵都是就是为什么他们有一个祖灵祭就这样来的，然后彩虹桥的意思就是这样子去呈现出来的，这部分等一下会再跟大家讲，只是让大家讲让大家了解说一张部落的一个彩绘如此的生动。那当然这一张也是那个泰雅族的一个作家、哦、他所描绘出来的，想想看各位想要这一张图是不是跟某个画某个照片很有联想性你可以想到什么吗，应该有想到吧，那个拿破仑对不对、嗯、拿破仑是不是当时拿破仑骑的马，然后他现在是把他把那张的一个照片他就是他很有创意的去把
那一张照片把它仿成，就变成说部落人就是骑了山猪，哦，打仗的这样一个生动的画的彩绘出来，哦，这就是我很喜欢的照片啊，很喜欢的图案。等于说，我都去他们一些相关的网站去截取一些很有特色的一些图片，就是从这边开始先让大家知道一下部落的一些，其实没有那么的无聊，有些是可以深度可以去了解很多东西出来的。嗯，所以今天主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说，其实部落旅游玩什么，部落旅游的方式是什么，还有它的行程推荐，跟如何跟着我来深度旅游，还有最后旅游之后的一个慢食热活的一个态度，哦，这都是我在多年来所这样子一个经验当中，我把它汇整成这样一个方向，能够让更多朋友能够去了解。其实部落很简单，没有想象中那么困难。这些彩绘都很漂亮，这些图腾都是，哦，都是这些原住民作家所画的。那第一个部落旅游玩什么？其实部落旅游，哎，等一下，可以回到刚刚那个画面吗？部落旅游玩什么？啊，这个，所以你会介绍部落旅游玩什么？旅游的方式？旅行的推荐，还有跟着你深度旅游。好，谢谢你，看完了。下一张。好，部落玩什么？其实部落很单纯，部落跟一般的观光旅游的玩法是不一样。部落可能到当地看起来就是很没什么东西，但它里面所存在的一定是要有当地的族人、当地的导览员、解说员来告诉你这个部落的历史、人文，哦，就像刚讲的那个泰雅族，他为什么泰雅族？他的特色是什么？哦，这样子，耆老说故事一样啊，他会在讲泰雅族为什么有一个叫射日英雄，为什么泰雅族喜欢射日？哦，这些都是很多一些故事存在的。然后你还可以去部落玩什么？部落的一些祭典。像丰年祭就是比较很盛大，每年都政府在推动的，所以大家应该知道丰年祭嘛，哦，这个东西就是部落的原住民 的一些相关祭典。那其他很多祭典的话，当然就是有些人有深度，不同的部落有不同的玩法，所以这到时候都可以去了解他们到底他们的祭典是什么东西。当然不能是说玩了，是说我们可以去参观去了解这个比如说战祭，这是阿里山周族的人他们的一个祭典，那这祭典 的原因的由来是什么，然后可以从里面去观看他们整个过程中他们有什么样的特色，有什么样的一个能够让我们觉得很感动，或是有点让我们真的去观赏的一个完整的这样一个表演的一个过程，其实从中间都可以去大概能够去感受。但是这就是要有，应该是说有兴趣的人，真正对部落旅游有兴趣的人才能够去感受融入这种情境，否则有些人如果说跟着人家走的话，可能就是很单纯的就看看这样，根本还没办法真正了解到他祭典的内容是什么东西。欸，所以像台湾的部落民族真的有射耳祭哦，他们是有 hunting ear animal ears，有射耳。其实射耳不是真的射耳，对，它是一个布农族的另外一个祭典部分。那有些祭典是我们目前没有办法进去参观的，有些祭典是可以的。对，那所以我这边会，我暂时简单举例说比较常听到的东西啦。那我后面，因为有些东西是我都已经参加过，所以有些等一下图片照片都可以让大家来看一下，说到底它祭典有什么样的特色。后面它还是会有一点，会先给大家看一下。好。然后部落生活体验，编织、口簧琴、纹面，其实应该说一般我们去到部落，我们看到说很多部落人他都弄的那个什么，等于说他们就会去编织嘛，哦，他们如果现场看他们怎么去编织，他们所有服装以前他们都不像我们这样台湾人能够去现成这样衣服可以穿，然后他们以前是怎样去编织出很多很漂亮很棒的一些不管是衣服啦，或是帽子啦，或是一些饰品啦，都可以去参观的。那后面的照片蛮多，可以让大家参考一下。那口簧琴，这个就这位他手上所弹的就口簧琴，不要小看这口簧琴，一个小小的竹片，然后
哦，然后旁边就是拉一个绳子这样子，哦，借由他嘴巴舌头这样一个吐气这样子，就能够弹出一个声音出来的。哦，所以如果各位有看过之前台湾多年前的那个，那时候魏德胜导演所拍的那个《赛德克·巴莱》那部电影，那时候很轰动的一部电影，他讲的的那个过程中，就是里面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口簧琴的这样的表演。因为这次我只是简单，因为有一次视讯方式，就是简单的跟大家来做这样分享。其实有机会的话，其实我还是可以放很多影片哦，相关像口簧琴的声音啊、影片啊，或者是一些相关祭典的东西，其实都还是可以让大家去给大家看的。不过因为今天的时间比较没办法的情况下，先让大家基本去认识说他的东西，部落的东西有什么东西。没关系，他们只要跟着你去旅游，一定都听得到你的影片分享。对，没关系啦，那很以后有机会，反正有，应该这么说啦，应该说对部落旅游兴趣的人，就主动就会寻找相关旅游 的活动照片，那就会对我的活动有兴趣，就会来看看，会来跟我联络，然后我就会分享很多东西给他看。啊，有些人对部落没兴趣，当然就不会主动去寻找，这是一定的嘛。那后续怎么样？其实我是觉得有机会啊，还是可以给大家看的。嗯，哦，那所以像纹面也是啊，纹面后面有照片，然后可以让各位看一下纹面。放虾笼啊，婚礼体验，这些都是在生活体验当中，就等于说我们在部落旅游当中都会体验到的东西。然后欣赏艺术创作、雕刻、绘画、建筑这些石板屋、茅屋，其实都是在过程中我们在部落语言当中都一样都看得到，这些后面都会跟大家来做介绍。当然部落还有一些天然的美食，五菜单创意料理，这个不是每个部落都做得很棒，可是很多部落真正在这一块的一个天然的创意料理当中，真的会让你觉得很感动，吃起来包括整个美食的摆盘，哦，那种回味无穷的感觉都还是会存在的。后面有很多照片会放给大家看。我对你上面提到的这个婚礼体验啊，婚礼体验，我听上次蹦蹦的讲者说，他们真的是参加一个婚礼耶，是一个体验营吗？应该说是真正的部落族人他们结婚的过程，我们是实际去参加。等于说，因为我认识很多部落朋友，所以当他们要结婚的时候，就会告诉我他们什么时候结婚哦，他们部落仪式怎么样？那一天我就组团带朋友直接去参加他的部落婚礼哦，所以我参加过两次。然后整个部落原住民的服装不用讲，是非常非常漂亮的。最漂亮的是在南部的鲁凯族跟台湾族，这后面等一下很多照片可以让大家看一下。对，所以婚礼体验是真的很棒，你看了有点感动，因为看到那画面很感动，真的。嗯。最后慢食慢友这边，就是你到个部落，其实老实说真正可以达到，就是不要一定有目的地的去，而是你到那边跟部落族人聊天，或是你直接在海边或在什么地方放空发呆哦，这样子，然后去欣赏，静静的去看哦，聆听海风或是山景，然后去一个人无所事事的这样走走，想干嘛就干嘛，那种感觉才真正到最后最终的一个境界。这就是一个，就是哦，这就是一种最后在旅游过程中，其实都可以去，哦，到达这个境界。那是我想也是最后能够达到这样的境界的人，就是已经真正的整个人的一个心情的无所事事的这样的一个感受了。哦，这个部分我想也无法言语去形容，这只能靠个人的一个去慢慢去体会。哦，这到最后阶段才有这样的感觉。那部落旅游方式，其实一般定点旅游或是深度旅游或是单车旅游，其实都有很多种不同的玩法，我想这部分都可以让大家都可以借由不同 的方式都可以 去找到你可以去旅游的方式。那右边看到有没有，我也去参加了部落体验，所以这体验我也就更加去贴纹面哦。你看我右边这位阿嬷哦，他是泰雅族的纹面国宝，他已经导致他现在已经过世了啦，这是几年前去了，当时他已经100多岁了。那时候跟他合照，他真正是目前，因为纹面是泰雅族人，他本身就是传统的固定的一个基本的，他们一定非得去的仪式，一定是要纹面
哦，男人要长，男人就是男子，如果说他要就是当勇士，然后他长大，他当勇士成年的时候，他非得去能够出草，出草就是去出草就是各位知道出草吗 ？Hunting 狩猎吗？出草就是。出草就是因为在以前部落呢，部落他们以前就是没有一定的划分的区域嘛。这块山林、这块地域是我们的，我们自己占地为王。这块就是我的领域，我的狩猎领域，哦，我的生存领域。另外一块是别人的，另外一个部落族群的领域。可是当你这个人，当你这个族人，你越过这个领域的时候，哦，就犯了我的禁忌，所以我就会想办法把你杀掉。然后我就会把你人头扛下来，哦，提着人头回来，哦，挂在我的那个我的屋子前面，哦，代表我出草成功。然后当时的人就是会去比较说，谁的出草人数多，多少个人头，这样子代表他的，哦，他是真正的勇士，哦，以这样的方式来做他的一个，就是代表说他的丰功伟业啦，哦。那当然，那是很久以前的。然后日本人来的时候，就是已经禁止这样纹面了，禁止出草了，禁止很多相关的一些仪式了，所以就没有这样的一个模式存在了。那男生就是所以这样当成为勇士的时候，他才有纹面。所以以前的人，如果说以前的部落的族人他没有纹面的话，他会很自卑。他没办法当勇士，他会在那个部落里面，他就会觉得就是没有地位。嗯，所以为什么每个人想当勇士一定得纹面？因为看纹面就知道这个人的就表示他是真正的一个勇士。女生也一样啊，女生就是要编织哦，要编得很漂亮哦，她的编织的艺术很好，她才能够纹面。女生没有纹面也是没办法啊，哦，没办法在这个社会上生存。那纹面很痛哦。其实纹面，你知道，它的纹面哦，是真正的哈，用针哈一根一根这样钉上去、打上去，然后一直流血，然后它就要忍受痛苦好几天之后，它干了才变成这样的这个情况产生。哇！哦，所以以前的人都很辛苦、很可怜。那后来日本来的时候，他就把这个纹面废止掉了。所以你看到这些人都是已经百岁了，都已经是老人了。因从少女时代，在日本时代，那时候在禁止之前，他就已经纹面好了。所以一直到现在，哦，所以我们为什么说是叫做国宝级的人物都这样子？那所以啊，可是现在已经像前上礼拜新闻在报道说，台湾最后一位纹面老人已经过世了。所以现在已经真正的纹面的老人都已经没有了。现在只存在一些年轻人，他们自己想要把泰雅族文化把它恢复过来，所以他们也会去做纹面的这样一个动作。所以很多年轻人也看到很多年轻人，其实他们也在做纹面，为了把这样的一个文化把它恢复过来。但同样，但是你像纹面，老实说，你像纹面这个社会，你纹面起来是不是就很怪嘛？就看你怎么去判断这个事情的，对啊。所以另外一个重点就是要让大家知道说，去玩部落跟玩一般的部落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真正玩部落深度部落，就是不能破坏当地的自然景观，而且要入境随俗，尊重当地部落的传统文化。哦，他们很多禁忌，很多就是很多他们的一些观念，很多他们应该遵守的一些事情，我们都要配合他们哦。所以我们不能说我以我们就是一般的游客的观点，认为说我来到这里我最大哦，我就是一个，我就是游客，我花钱最大，然后我想干嘛就干嘛，不行哦。所以部落旅游的玩法是不一样的，所以就是要有当地自然化导演解说才能够真知道部落在玩什么。人数当然不能太多啦哦，不然其实就很吵杂的声音的话，也会把整个部落的这样的玩法把它破坏掉了。好，台湾原住民有几族？看得出来，现在目前呢，总共台湾原住民总共有16族哦。所以16族有哪16族？其实我想最主要的，你看到中间这蓝色部分，泰雅族分布在北台湾，
旁边一个塞夏族、塞德克族、泰鲁格族、沙奇大亚族、格马兰族、布隆族、阿美族、周族，哦，卑南卢凯、台湾，还有一个兰屿的一个达悟族，哦，这种总共加起来其实是总共有16族。那当然后来就是因为周族这边要分出一卡拉卡拉富族跟达阿瓦鲁族，所以现在目前整个的台湾的一个部落族群的分配图是这个样子，让大家先参考一下。其实我现在想，我想应该不用讲太多那个族群啊，因为大家也记不太起了。大家所知道的应该都是只有中间这几个比较大块的泰雅、布农、阿美、台湾、周族，这就是最大家所最知道的这些相关族群。那这个就是部落分布，我想这部分大家可以做参考就好了。然后这是我所走过的部落足迹，其实这是多年前那时候弄的，其实还很多更我都还没有更新呢、啊。那只让大家做一下参考。好，那部落旅游什么？第一个就是人文历史，给大家看的就是这个哦，雅蒂哦，泰雅族人叫雅蒂，就是阿嬷祖那个祖母的意思哦。他这个也是活到百岁了哦。当时每次我去到苗栗檀香的这个一个天狗部落，还有一个叫天狗部落，我每次都带团一定去拜访这位百岁的文明老人，因为他算是，因为我们在游玩部落当中，在泰雅，因为那地方是属于泰雅族部落，泰雅族部落最主要就是以文面为主哦，文面的这样一个的特色，包括还有那口簧琴，包括艺术雕刻竹子这边来讲的话，能够让大家了解，所以我一定会带大家去拜访这个文面老人。然后呢，泰雅族还有一个地方，泰雅族的渊源地，它的发源地，很多在讲泰雅族的神话传说当中，都讲说泰雅族是食牲说。何谓食牲说？就是说泰雅族的祖先是从最早的祖先是从石头里面生出来的，一个公的一个母的两块石头哦，这样情况下能够去发源出这样一个圣哦，这样一个泰雅族后续的部落出来，然后泰雅族人就衍生到哦，就是其他的各地的地方去发展。所以瑞岩这个地方来讲，在南投仁爱乡的深山部落里面，它算是一个很有特色的一个部分。所以我当然来到瑞岩，我就会带大家来去探访这个圣石传说。如何知道说泰雅族人他当时的神话传说里面所讲的石牲说的故事怎么来的？那这边还有一个牌子就在讲这样典故哦，所以当时也会带他们来到这个瑞岩部落。但是这个清流部落，各位终于看到没有？雾社事件余生纪念碑，这一看就知道就是当年的赛德克族。哦，就是那个莫纳鲁道，就是那个赛德克巴莱那部电影所演的那个部分，就是当年的雾社事件嘛。哦，各位，我想不知道说清不清楚，就是说当时在雾社那里，因为日本人统治的情况下，莫纳鲁道后来为什么要去推翻？哦，为什么要抗争？然后发动了那时候六大社群的部落族人，然后。去跟日本人对抗，然后那时候杀了很多日本人。那虽然到最后结果，整个赛德克族人他们还是被日本人所压制住了。莫纳鲁到后亲近农场那边和雾社那边，把他们逼他们就是迁村到另外一个仁爱乡的另外一个以前叫川中岛，就现在清流部落这里，好，把他们也放在这里。那这里的话，就是从当年民国29年嘛，对不对？哦，然后到现在，你看将近快100年了。然后这过程中，从那边一片空地，一片哦土地荒草，就是什么都没有情况下，他们如何再把它重新建立起这样一个部落的一个哦重生出来？这就是他们故事存在。所以来到这个地方，就可以去探讨了解赛德克族人他们当时的一个过程中的这样一个故事哦。这个就是所谓清流部落。那这个呢，云豹，为什么我想画云豹？因为这就是来到一个屏东一个叫雾台，那个叫卢凯族哦，这是南部的一个族群，卢凯族。那卢凯族，你要认识这个部落的话，你一定要先了解它的历史传说，跟云豹绝对是息息相关的。因为云豹，这只云豹就是卢凯族人，因为当时早期的卢凯族人，他们主要说住在台东那一带，后来就是因为台东那边的环境不好情况下，
他借由云豹的带领，哦，翻过中央山脉，来到了现在屏东这一带的一个，哦，找到了屏东雾台啦，哦，茂林这一带能够去来安定居住，所以他们的功劳都是靠这只云豹的带领。所以他们的不管那个部落，只要是有鲁凯族部落的话，都会有这只云豹存在。所以借由这云豹，他就，哦，不管是用雕塑方式，或是用彩绘方式，用 Q 版方式，都是有一些很不一样的这样的一个的产生。但就是要让大家去了解说，云豹跟鲁凯族人是息息相关的，叫云豹的传人。来到这里，就一个里纳里拖鞋找杂部落，大脚丫，这是什么意思？其实应该是说，当时的里纳里，这里纳里现在是在屏东。哦，在屏东那个马家乡这里，那这个又叫好茶部落，好茶部落。那为什么要特别喜欢在这个地方呢？因为当时的好茶部落的鲁凯族人，他们本来是住在山上的，可是不断经过风灾的一个摧残之后，逼着他们不断迁村，从旧好茶到新好茶，到最后已经没得住了，然后政府就找到这块地。来盖起这样一个组合屋，哦，能够让这样的部落族人能够安定在这里。所以来到这里之后，他们就把它叫做里纳里，然后一个大脚要在这里，是因为每个部落的房子前面一直要进去，这个外面的这阳台就是他们客厅，接待客人，客人进去一定要脱鞋子进去，里面才是他们真正住家，所以外面这个阳台部分就是他们的客厅的这样意思，所以就叫做拖鞋子好茶部落。哦，这是我空拍所拍的这个部落的样子，看得出来，对，看得出来，全部他们都是很整齐的，这样一排一排这样一个房子，就很像的类似后来组合屋啦，很像日本合掌村那种类似那种感觉。漂亮哈，然后这个东西。宜兰哦，有南澳，有一个叫撒运之中南澳古道。其实这个东西又有一个另外故事哦，另外故事，它的故事是什么？其实就在讲一个日本一个少女叫撒运，她因为就是要护送一个日本老师教完，好像护送日本老师要回家的路上，不小心溺水死掉了，然后就创造出一段这样一个很动人的一个故事，叫撒运的故事。然后日本人在日本时代的时候，特别为这样子而给他设一个撒运之钟。然后就是南澳古道就是撒运之路，就是说从撒运从那老家走到他溺水地方的那条路，他有其实应该没有什么样的特色，但是多年前有一个台新金的一个总经理叫林克孝。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过，就是台湾那个台新哦金控的一个总经理，然后就因为他喜欢这样的一个这样的故事，他追随着撒运的这样一个路，然后出了一本书叫《找路》，然后里面特别讲到说，他如果沿着南澳古道，哦，去找到撒运的家，哦，那一条泰雅族的路是能够让他非常非常的去憧憬向往，他不断的融入在这个部落的这样一个情境当中。可是最后他有一次就因为不小心走在那个撒运之路上，不小心就是跌倒了，就翻到山谷里面去，就过世了。所以其实这个在当时有另外一个故事存在。那来到这里，我为什么喜欢来到这里？然后古道之外，我当然这边是一个以前的旧台铁的一个员工宿舍，哦，所盖的那个房子，住在这里去感受到整个部落的宁静，包括他旁边一个南湖大山的部落学校，哦，这些小朋友他们除了念正常的课程之外，部落还特别为他们开一个部落学校，等于说让原住民小朋友他们除了去了解目前我们台湾人所的学校的一些基本的知识之外，他们也是要去这个学校去学习部落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传统的一些习俗。哦，这好有意义哦。哦，所以对啊，蛮有意义的哈。好，就像犹太人，犹太人的小孩也是，他们除了正常上学，他们假日一定会去学习古犹太语，然后要学习到14岁，要经过某些考试。
然后才能够真正的成功这样子，犹太人，在美国的犹太人。嗯，对啊。那我接下来讲的是有关祭典部分。那赛亚族矮灵祭其实故事更多了。那我要讲很多故事的话，我想我今天时间应该不够讲不完。简单讲，矮灵祭就是说，在对赛亚族来讲，这位矮黑人有个矮黑人、哦、他又叫做巴斯达艾巴斯达艾就是矮黑人，因为最主要是一个矮黑人教导赛亚族人如何耕作，让赛亚族人能够丰衣食足这样子。但是后来因为矮黑人他比较后来比较那个个性比较不好，然后就是喜欢侵犯他们赛亚族的女生，然后导致两边就对立了。结果最后赛亚族就是想办法设计把矮黑人全部都就是让他们就是在树丛里面，就是让他们就是整个都死掉了。然后剩下矮黑人的长老看得很生气，然后就是诅咒赛亚族人以后就是的那耕作完全都没办法耕作，就是完全就是诅咒他们完全就以后就没有稻米、哦、生产稻米了。结果赛亚族人就后来为了要弥补这样一个过程，就是在每年中秋 的左右的时候，他们就是要办一个矮灵祭来祭典他们哦，矮黑人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矮灵祭过程中就是这样出来的。然后这时候我去参加矮灵祭，他们是整整跳了六天六夜，完全都不休息，都不能停下来的。等于说有人是接班，有人是白天跳的，晚上跳，就是跳就跳。然后这屯里他们的祭典的物品，就是摆在他们赛亚族后面，然后铃铛会响，哦，这也是有一点在驱那个驱邪避。就是原来就是灵灵、哦、就是去，我有看过哎、欸，可是我辟邪用的是他们的乐器哎、欸，哦，结果是屯铃，对，然后这个哦，所以这个都蛮有特色的。然后这是大祭旗，大祭旗也是一样，是他们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象征物。这十年大祭才有，它应该说每年两小祭，十年一大祭，所以。十年大祭才有这个祭旗哦，在他整个一个祭典中的一个这样的出现，这蛮特别的啦，这个祭典。然后我有参加过阿美族的在港口进埔部落一个风铃祭，那这风铃祭就是它的最主要是华裔的服装哦，代表他们在阿美族在海洋文化当中的一个特色。我、哦、还有舞蹈，现场看他们真正的一个。过程才真正知道说他们的这样一个服装的感觉，这跟卢凯族不一样。等一下看婚礼，等一下给各位看婚礼的那个服装，就跟那是卢凯族的服装，跟阿美族他们祭典的服装是完全不一样的哦。所以这是一个小他们如果有这样丰年祭，会欢迎外人来参加吗？那时候有啊，不然我怎么去拍照？应该是说他们丰。现在丰年祭各族都会办丰年祭，那游客去参加，他顶多是在外围观看，他不能进去跟他们一起跳舞。哦，所以也不用跟他们穿一样的服装。对，不用啊。当然你想穿，你就是试一下或什么可以借来穿，有的话就可以借来穿，就这样。所以说你如果去参加他的丰年祭、你就是在外围观看、你不能 join 他们，好像也是会冒犯到他们。在真的祭典的时候是不能跟着跳、对、这座周族战祭，周族阿里山、阿里山都属于周族的这样一个部落，那这个战祭也有它的特色存在。人家早期我们那时候小时候唱的那个高山青哦、什么阿里山的姑娘美如水呀、啊？哦，那个讲的阿讲的，其实部落的，其实所有的十六大族等一下，我这里有点音。里面真正最美的、最漂亮的女生，其实我去里面超帅的，
怎么了？没有，我刚刚部分有点静音，可以再重讲一下周族的战绩。刚刚一分钟以前。周族的战绩应该是说，周族战绩应该是说，就是都是最多是二以三的二以三的周族男子都是非常非常的帅，女生都非常非常漂亮，很多明星也都来自周族部落的啊，像贪婪花田里他们啊，哦，所以其实就是说可以看出说他周族为什么叫战绩哦。战绩，其实他们叫祭拜天神嘛。那祭拜天神的过程中，就是说他们的英勇的这样一个武士的勇士的这样一个的表现，就会感觉出整个一个服装啊过程就可以看得出来。其实战绩有战绩的一个过程哦。那简单讲，他们就是说，这讲下去也太久了。其实我想也不用特别再跟大家讲太多。可以啊，可以啊，我想听把战绩听完，没关系。我们到时候播出的时候再简介。我的简报根本还不到三四分之一三。真的没关系，我们今天可以慢慢把它录完。好，分两次播。好，对啊，同意，希望老师继续讲下去。其实就是说他们为了祭拜天神嘛，所以呢他们就是会，你知道那个周族其实他有个神花叫石斛兰哦，石斛兰是一种兰花的一种，就是他们的一个圣花哦。那他们圣花的话，等于说他们就是部落族人，就是要在祭拜天神之前，他们会去山里面去采朵这样的一些神花哦，石斛兰回来哦，挂在他们的一个就是库发，就是他们的一个男子训练集中地这里哦，然后放在这边。然后这过程中的话来欢迎天神能够降临嘛，对不对？那后来之后的话，他们这些勇士才把这些石斛兰把它采下来哦，挂在他们自己的腰间上哦，来这样来呈现。那之后呢，他们要怎么做呢？他们就是把这个他们的这个库，那叫库巴哈，就是他们一个类似就是那个主要他们部落的一个政治经济中心啊，就是哦，然后里面他们里面的这个那张茅屋里面的那个柴火，他们那个烧柴哦，完全都不能熄掉的柴火，把它移到外面来放在这里。然后呢，他们就是把他们的那一只小，他们有一只小猪，看了一只小猪过来，哦，来这里，就是当场就把这只小猪刺死之后，把它的血。就是会把它撒在他们旁边有一棵，其实这边没有拍到，我没有放进去。就旁边还有一棵树哈，旁边有一棵树哈，就是他们的神树叫雀榕，雀榕树。那个雀榕树是整个茂密的一棵树，整个很茂密的这样一棵树，连上面树叶都蛮多的，然后树枝都长得很茂盛。然后这些勇士就爬到那棵树上砍柴，把那一棵树整个全部把它砍掉，砍掉。砍到最后能够剩下一个树干而已，哦，这样的做原因是什么？就是为了要能够让天神能够降临，这样子。所以让天神能够降临之后，他们就开始就是他们就连续三天三夜的祭典了，哦，祭典能够如何能够让天神能够就是以这样的方式来呈现他们的祭典。那这个也是因为我有个认识这边周族朋友，所以他告诉我说他们什么时候有办这个战祭，所以我也是在那个办在那个之前，我也赶紧组团带了很多朋友特别去杀到阿里山这边来参加他们这个祭典，然后拍出很多画面出来。对，那一天其实也是蛮壮观的啦。那其实这个也可以，我们这个是倒是可以让我们游客下去跟着一起跳舞，蛮有特色的部分。哦，对对对，所以看到游客。所以阿里山其实这个周族其实是一个蛮有特色的一个活动，但是要先了解它历史文化。然后其实阿里山也蛮大的，其实来到阿里山其实不是一般人所知道的玩一般的什么什么那个
阿里山森林游乐区那些地方而已的。其实阿里山哦，它有八大部落哈，八大部落里面有不同的，每个部落其实你都大概两个三个部落就你就可以玩个两三天了。Wow. 然后其实我也分开每年去玩一个地方，所以我也集合好多好多阿里山不同部落的一些玩法，后面有一些照片可以让大家去呈现给大家看。所以大家来台湾要先跟达哥联络一下，哪一个部落现在有什么活动，哦，是不是可以没错去参加？嗯，好，这就是婚礼了，这就是真正的一个的原住民婚礼。那我会参加这个婚礼蛮特别，是什么？他们这个婚礼不是纯单纯一个部落，他们这个婚礼是男方是卢凯是泰雅族人哦，穿的泰雅族服装，女方是卢凯族人穿卢凯族服装，哦，这样过程。这个是真的婚礼，有两对真的婚礼。对啊，这男方呢来下聘，这都是男方带过来的聘礼。嗯，哦，啊，女方的妈妈，然后证婚人什么，然后都是卢凯族的部落长老都头目都坐在这边，然后呢就是整个仪式过程中就是一点收男方所的嫁，就等于说这女方的嫁妆了，男方就是他下聘这些东西有什么什么什么，然后去看包括那个他们传统桃符啦，还有什么什么青铜刀啦，还有一些相关的都有，所以就是一个很壮观的一个画面。然后女方有没有，这女生走漂亮，女生就是都是这样哦，有抬轿这样子去来迎娶嘛，哦，嗯，然后这就是所有的泰雅族人，那都是卢凯族人的服装。哦，卢凯族的服装真的是非常的精美哦。对，这个我在部落格里面有一篇哦，特别有专写这一篇啊。那其实这个几张照片是没办法呈现它真正的漂的美了啊，我只是用几张来代表。你看他中午的所有的酒店开了将近到两三百桌，根本是人山人海，全部都穿原住民服装这样来宴客的。本来我也是要在里面吃饭啦，后来我们就跑去别的地方吃，因为人太多了。本来他们是要请我在这边吃饭，嗯，我也是包红包给这个。然后你看他们每个女生，嗯，其实他们的仪式都是这样子。迎娶完之后下聘，哦，迎娶，然后中餐之后就是他们下午一个围，就是团舞的这样一个围舞的这样一个的仪式，就是全部人都下去跳舞。他跳舞每个人都穿着他们原住民服装，你没看到，我只拿一张而已的，啊，女生 的服装每个比一个华丽的，真的，嗯，你现场看了你会觉得哦，你这辈子你绝对没有，你绝对看不到说一下子你可以一次看个够各式各样的原住民的卢凯族的服装就这样出现。哇，哦，跟印尼的婚礼像，就是要穿得很华丽。嗯，好，生活体验，当然在生活体验当中，我就去，其实像秀姑峦溪，可能大家都去过去泛舟，我们虽然也是泛舟，但是我们是去秀姑峦溪的中间有一个叫奇美部落。我们是参加部落旅游当中，他带我们来去泛舟之旅，然后不像一般的泛舟是纯粹从上游游到下游这样，啊，我们这个部落的泛舟就是边玩当中中餐，就是我们又停在岸边，然后吃他们的那个部落的勇士便当，然后当地导演就讲解他们部落的历史人文给我们听，嗯，哦，然后就是边这样边泛舟边玩，这个也是蛮有特色的。那上面这个他们躺在那里干什么呢？刚刚上面有一张，好，哪个？上面，哎，对，这个，你先 arrow 这里，啊，他就带我们玩水啊，就是一样，我们就是整个，我们穿救生衣嘛，可以漂浮在水上嘛，啊，所以他就带我们在玩水啊，所以泛舟之后玩水啊，嗯，那这个更好玩了，都类似那种轮胎圈有没有？然后全部一样。飘飘河，大家就直接一个人一个坐在上面，然后任由这样飘，静态的飘，然后去玩，这样去玩。嗯，这个 tube 蛮不错的。对啊，所以当时我帮他们拍了，当时我帮就是这次照片，我拍了很多很多这样的照片，然后奇美部落还就是拿来当做一开始还当拿我这个照片来当做他们的一个宣传的一个海报。哇，
对啊，蛮特别的。另外一个，泛舟算安全吗？安全啊，嗯，对，都基本上都这是救生衣都穿着都没问题，而且这条溪还蛮，就是还蛮不会特别的危险，嗯。花莲丰滨那边一个叫静浦部落海口文化，他们在干嘛？你们知道他们干嘛吗？他们在干捕鱼哦。对，其实应该说在他们以他们当地的文化来讲的话，他们在清晨3-4点多就得起来，带着头灯，然后他们的三角网就在海边在捕鱼了。哇，好美哦！这是对，这是一个很特有特色的这样一个画面。那这张就是清晨的时候我在那边拍的，哦，他们三角网捕，然后太阳刚升出来。为什么用三角网？三角网就是直接放在海里面，让鱼自动的那个啊。哦，可以捞。其实他们去部落，他们的那个捕鱼方式很多种，一种是三角网，一种八卦网，哦，那什么网都有，就是他们一种捕鱼的方式啦。嗯，哎，阿赞这种捕鱼方式在东海岸一带都最常看得到这样一个捕鱼方式。然后现在很多摄影家喜欢去拍，就因为想拍这种画面。那，嗯，当时我参加过第三家部落旅游的时候，就是早上就是带我去看这个画面，然后我们就去拍了这个画面。这张就是当时我拍的嘛，哎，就是很有特色的一张画。哇，连那个清晨的都漂亮。这个修古兰溪我们一样就是带我们去哦竹筏划竹筏，三个人做一个，然后就是这样子哦，他们用竹子做一个竹筏这样子，然后我们全部带着这样拍一张照片，在这个修古兰溪出海口这边也是另外一种特色的。然后这就是我们晚上他们的八哥浪的一个晚会，等于说我们一群人哦，就是参加了活动之后，晚上就是也一场。他们所有原住民，他们就带我们来办一场类似风铃祭、阿美族风铃祭的这样一个，因为刚刚有讲说，他们风铃祭我们不能参加，好，哦，不能进入参加，所以我们就在这个地方，他就是仿照他们风铃祭的这舞蹈跳法，然后喝小米酒，嗯，然后让我们全部人整个都在那嗨起来，有一种体验，哦，就这样子。另外一个在苗栗泰安乡有一个叫做达兰泰雅之夜，我们住在这个民宿里面，然后就是会让人就是让那个朋友来扮演新郎新娘，哦，然后喝交杯酒，然后闻面这样子，然后跟祈祷这样子一起这样子，然后办给我晚会的一种欢乐这种气氛。哇，哦，这个其实从这一次的当中也可以去感受到泰雅族人他们的一个婚礼体验是什么过程，然后能够让大家玩得非常非常的开心。这个得是你跟这些原住民的交情才可以办到的理由吧？应该是说，对，应该也这么说，因为认识久就有了。那有的是当地其实很多特色，其实当地的一些民宿业者、一些部落族人，他们都会带我们如何去体验很多很多东西啊。所以也就是说，你要能够先了解这地方有什么特色，有什么感觉好玩的，你就想要去更加去体验尝试，就可以这样玩。嗯，然后这地方，那如果每家的朋友有兴趣的话，他们可以事先跟你联络，然后有客制化的行程吗？类似像这种体验，当然有啊，我最近都对，应该其实说最好当然是希望是，当然最好是说有能够。最好是一个团体嘛，你最多20个以内嘛，嗯，或者多少，反正就看10几到20个都可以，嗯，那我就可以直接放规划这样一个活动行程了，嗯。其实最近很多很多朋友、很多团体都找我帮，嗯，帮他们规划设计，带他们去玩。像这个，嗯，像这个活动行程哈，哦，曾经有个富邦人寿的一个员工旅游，80个人，你，嗯，叫我办啊，我带他们来玩这里。就是80个人的一台就2台游览车，哦，也是来这里能够去深度体验，嗯。但当然人都不见得好玩，但是就是有不一样的氛围了。每个部落，嗯，每个部落不同的感觉，有部落是人少，有部落是人多啊，有的部落是喜欢欢乐，都有。反正就是会按照不同的朋友的需求，可以不同的规划。嗯，
然后同样在这个这地方，那等于说我们在玩这个地方的过程中，我们也会带上去哦，一个三苏岭，一个这个巨人之首，现在都是一个当现在当地很夯的一个景点啊。哦，这就是以前的一个旧废弃的一个游乐区所保留下来，刚好被人家发掘，然后变成一个现在变一个旅游景点。那这三苏岭的话，就是整个山岭全部都三苏，哦，这也是塞德哥巴莱的拍摄景点，哦啊，所以其实变成目前部落旅游当中就把它会带去的一个去感受山岭之美的一个特色的地方，嗯，然后这个的话就是从雪见从那个很高山的一个部落里面往下拍的这个大安溪，沿着大安溪河床上来，哦，的一个景观，哎，都还蛮漂亮的，嗯。然后当然这个瓦利斯是我认识多年的好朋友，他也是一个泰雅族人，然后他都会能够来带我们做一些导览解说，所以我们去玩的朋友都跟他玩得很开心，然后他就会特别介绍泰雅族人，哦，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文化特色，然后从我们那边可以看到整个台湾的大霸尖山，哇，从那个部落外面可以看到大霸尖山，非常天气好都可以看非常清楚。那这空拍所拍的部落的下面其中一块的那个景观，其实我空拍拍起来很多部落都蛮漂亮。哦，传统茅屋，在那个阿美族部落里面还有一些传统茅屋，其实都我们一样住在里面哦。哦，嗯，它叫做会呼吸的茅草屋，哦，它让我们体验茅草，虽然茅草的感觉，哦，然后来讲解茅草的故事，哦，这样子。那这个是他们的，哦，他们都他们里面，他们这个是他们仓库啊，东西都存在这边。所以他也在讲说，茅草屋的设计有他们的原理存在，为什么会呼吸，为什么能够让里面流通，都有他们道理存在。嗯，然后去河边捡这个叫麦饭石，这做什么？捡到麦饭石就是要做这个石头火锅，这是阿美族人他们很厉害的地方，就是早期他们根本没有什么样的一个，他们用天然 的食材就可以做，比如说这个就是他们的槟榔叶啦，槟榔叶鞘，哦，去做的一个，嗯，哦，这样一个平这样一个平稳出来，然后呢，嗯，水放进去之后，刚这个麦饭石有没有，嗯，要给它烧到将近快100度，很烫很烫，丢进去马上滚了，虾子什么鱼啊什么滚了，马上就可以，然后你加点料就可以马上就可以吃了。所以在传统以前的原始部落来讲的话，这就是他们最主要的美食啊。嗯，很有特色嘛，石头火锅很有意思。对啊，那这个话就是刚好遇到一个原住民很热门的一个歌手，所以到晚上带我们，哦，就是刚跟着这样，本来我们都睡着了，然后他一直在唱歌，我们都从睡梦中被他歌声所吸引到，然后每个人都自动走出来，哦，聆听他唱歌，然后跟他一起跳舞，这就是一个很有特色的一个，对。然后另外一个，你们知道那个台湾人过圣诞，哦，嗯，都是一般现在圣诞节没什么气氛，但是呢，来到这个部落，我们就是要大家去 过不一样的圣诞节，就是报佳音，嗯，部落，因为部落最主要他们都信天主教跟基督教，然后呢，嗯，所以在平安夜圣诞夜的时候他们一样会去报佳音，可能报佳音他们都是一样拿火把，哦，等于说也是火把 的活动，哦，去报佳音，啊，所以我们每年有时候都会带团，就是去组这样一个活动，然后去玩这个火把活动，嗯，哦，然后游走他们的部落街道，哦，因为整个晚上，因为整个火龙，哦，把整个街道都串起来，然后就是还有一个教堂里面的所有的这样的一个晚会，哦，就非常非常热闹嘛，所以大家都会在那边体验不一样的圣诞节了，嗯，对啊，所以我们这样之外，我们晚上民宿老板还会让我们穿他们原住民服装，哦，布农族服装去拍照，嗯，包括烤全猪，哦，还有他们的一个，哦，然后这个老板呢，这个，老板他真的是烤全猪高手，一只全猪，哦，不同部位我们吃起来都非常非常好吃，吃到我们意犹未尽，所以
那次因为岁偶段落式活动当中，双龙部落的火把圣诞的活动吸引很多人参加，就是因为很有乐趣，因为这是一般人比较体验不到的部落旅游活动。然后布隆板栗就是带他们去原住民部落，也会让他们 DIY。 那 DIY 做什么？ DIY 这东西其实布隆板栗为什么叫布隆板栗呢？应该说布隆族，应该说也不止布隆族，应该说很多原住民部落，他们其实他们是属于口述文化，他们本身他们没有文字记载的记录，所以他们只能一代一代透过前一代的长老口述给他的下一代人说，哦，他的历史是什么，他的文化，他的什么，等于说用口述文化去呈现出当作他们记录的东西的。那所以他们才开始用板栗去做很多东西。同样的，他们没有日历嘛，以前布隆族人也没有玻璃嘛，所以他们只能靠这样的一个板栗哈，记载说这个月，比如这个月是小米季，这个月是什么季，这个月是干嘛干嘛，哇，透过这个板栗来当做他们的行事历啊。那所以我们那次 DIY 很好玩，那大家就是拿这个板栗就做他们自己想要去自由发挥，他们想要做怎么样的一个哦，所以这时候他们做出来的就很可爱啊，有人就当做一个纪念啊。同样的，在部落也有一个音乐会，也请这歌手来唱歌哦，所以其实都有不同的哦，不同的氛围啦。阿里山有一个茶山部落，其实也是像天神，也是拿火把的一个活动的一个部落，其实也是有它的一个特色存在哦。这部分其实我像我可能最近这几个月还在办一次去在这里哦。然后像这个东西是什么？水上草原。为什么水上草原？应该说这个水上草原在屏东牡丹乡这地方哦，其实这地方本来是属于台湾族人的一个禁忌哦，一般人不能进来的，因为一般的以前早听说草鞋巫师他们就会哦，把一些驱邪的一些不好的恶灵哦，把它赶来这里哦，所以这边便是一个很不好的地方。所以我们要进来之前，他都会先在外面先祈祷祈福，然后才可以进来玩。然后这个地方因为以前他们也会种水牛，然后让水牛来这边来吃草。后来这边已经不种，牛都不在这里的，那草自然而然都长起来。但导致说这地方本来是一个沼泽地啊，哦，所以下面其实我说这个沼泽。那只是上面一层土哦，土在沼泽上面，然后长草，所以整个草地是浮动的哦，浮动的。所以当你每脚印脚步踩上去的时候，你会发现整个地怎么摇摇晃晃的那种感觉哦。然后当你不小心，你踩了比较软的地方，你就会陷下去，就像这样陷下去哦，有没有？然后大家很开心，然后部落主人就会带我们这边。它是沙地吗？还是不是沙地？不是沙地啊！我刚说了，它下面是沼泽地，然后上面是土堆，就是长草嘛。等于说，上面的土堆下面不是，因为下面不是实地，下面是沼泽，所以整个土堆会就会摇摇晃晃的的意思。哦，所以我们在这上面玩得很开心啊，那因为大家这样走就觉得很刺激啊，然后部落那个长老就会带我们在那边玩游戏嘛，他就边玩边这样，他一想就会跌下去啊，反正就是一种乐趣啦，体验这种另外一种部落的乐趣这样子。这个的话，因为特色是刚前面是讲真正的婚礼，那这个的话就是我们自己组团去到这个部落高氏部落来体验排湾族婚礼。怎么说？新郎新娘，哦，新郎新娘也是我朋友哦。然后啊，等于说整团都是我们自己组团去。那，啊，这一团里面，我们就是会先找好主角，比如说哪两个要当新郎一对新郎新娘，然后谁要当女方的家长，谁要当男方的家长，然后谁要当媒婆，这样子，然后就开始从每个人有角色扮演。但是这个新娘可以是真的要结婚的人吗？没有，不一定啊，其实都可以玩。如果你是男女朋友，
如果你是男女朋友或是你是夫妻都可以来扮演啦、啊。哦，反正看，反正你说这个团体我们带去这团，我们要怎么玩都可以怎么玩，反正就是这几个角色都要有嘛。然后就，好的结婚纪念日。对啊，然后被新娘这样子啊，然后喝小、喝小喝交杯酒啊，然后一样嘛，嫁妆嘛，什么就是要下然后迎娶嘛，这样子。对啊，所以这也是一种很特别的体验啊。在高氏部落、对，在全台湾最南端的一个部落。哇哦！哦，啊，同样在哭泣舞也是在那个附近，也是在高氏部落附近、啊。那有没有要结婚的人，他们就自己办这样的婚礼啊？到高氏部落，所有的亲朋好友一起去扮演。对啊，就是对啊，可以啊，就看你怎么样的去呈现啊。嗯，那像这哭泣湖也是蛮有特色的一个湖泊啦，也是在康康的水上草原旁边。哦，这是一个这位董牧师哈、哦、他所创立的，然后这边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石头屋。所以其实我一般带活动带团到这里来的话，都会来这个哭泣湖这里哦来听这个朵牧师来做生态导览解说，因为它里面所种的那个植物非常非常多，而且都 特有种。像这个哭泣湖旁边就有什么台湾特有植物叫水韭，然后还有那个季节到的话，野姜花季开的时候都野姜花都蛮漂亮的。嗯，哦，所以这是一个到当地部落一定会去的一个地方。台东有一个叫鸾山部落哦，森林博物馆，为什么叫森林博物馆？就是老实说，就是他以森林为伍，然后去体验森林的一些相关的活动，然后同样的去到那边，那就让我们那个竹子，它竹子上面都穿一个香菇或是腌猪肉，小米腌猪肉，然后让我们自己在这边烧烤这样吃，然后喝小米酒先开胃，这叫迎宾礼啊。嗯，香菇，然后体验一种叫包肉，那上面这个可能是。有可能有时候是串香菇，有时候串那个腌猪肉，嗯，腌那个山猪肉，小米腌猪肉，嗯，对，哇哦，吃起来蛮好吃。时间快到了，所以我们要开放给观众。很感谢达哥哦，他这一次的录影哦。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小时还没有播完，我们打算7月13号，把下面的部落介绍完，然后现在想开放给观众朋友，如果有什么问题可以问，然后我们现在脸书有一些朋友在观赏，脸书的朋友把问题放在脸书上，我等一下会转播。啊，谢谢谢谢 Lucy， 谢谢 Sally 也来了。呀，大家可以开麦克风，然后可以开音箱，然后谢谢达哥，今天好棒，好精彩哦，好好听的故事，哦、我也觉得欲罢不能。我突然发现我们在达拉斯能够做的那个石头火锅，对不对？我们在一个容器，然后卖饭时，其实如果大家注意看达拉斯的那个有石堆的地方，很容易捡到卖饭时。不过我知道是石头很多很多的石头都可以那个保温呐、啊，其实大概你看到的块状的石头都可以加温，因为我有看过，我有去过一家按摩店，他就是把石头放在其实就像我们的电锅里面加温，但是那个也是要很你可能要铺一个 sheet 一个 towel， 因为那石头加温用电锅加温以后它是热的温的，如果你有酸痛点的话。嗯，加个 towel 可能加几层不就不会那么烫，可以放在你的背上，然后就可以帮你解除一些痛苦。然后我今天是第一次听到说用石头来煮饭，我觉得这个因为我们家里很多很有那个 fire pit， 所以你下次烧火的时候放几颗石头，然后还可以在你的 party 上面表演一下那个石头火锅。对，我觉得好有创意哦！它里面还有那个，就是石头把它丢到那个槟榔叶鞘做成的一个像那个碗一样的盛装物啊、嗯。对，那我就想到那个以前在那个不是以前，就是说在以前在那个哪一个城市，就有那个有点像那个叫做什么那个
海南南洋食物，他们就把那个食物就盛在那个剥凤梨的壳，把它切一半，把凤梨的壳把它当成一个那个 bowl 一样，然后把食物盛在里头，就很有南洋风的味道。嗯，那个下个礼拜是平心达拉是一个台湾一个很棒的企业家，我觉得他企业成功是有很多，我只是我那天要预录他，我没有预录，我只是聊天，我都觉得我学到很多东西，所以下个礼拜就是请他来谈他的生活哲学，然后我也从他的生活哲学当中理解到为什么他会那么成功，所以很值得分享。那再过来那个礼拜，我就会再把下面 Alan 达哥家族没有介绍完的部落有很 也是很精彩的，没有想到台湾可以这样的部落游。嗯，然后希望将来有机会，也许我们可以有蹦蹦台湾部落游，或者是台湾蹦蹦达拉斯游之类的活动。我觉得我们也可以来设计达拉斯的旅游护照跟台湾的必游景点的护照，可以给每家的朋友他们有空来台湾的时候，然后说不定我们最近也会增加马来西亚的朋友，然后就做一个马来西亚的那个的旅游护照吧。我觉得这是 well 可能会 take 很 long time to design or whatever， 但是我觉得有一本旅游护照，你到某一个定点，你就知道，哎，你要去哪里有重点，就是 instead of 你 Google 手机，有时候纸本也是蛮好用的。嗯，好，那我要来准备，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谢谢 Lucy 分享。我能不能问一下，为什么叫呼气壶啊？呼气壶 ，Alan 在吗 ？Alan 可不可以开麦克风？有什么凄美的故事吗 ？Alan， 赶快，等你哦，呼叫 Alan。Alan， 为什么叫呼气壶？有没有什么故事？哎，我也觉得，下一次那个大哥要介绍布农巴音，然后可能会增加一些达哥他有去旅游的时候拍的一些影片，然后我可能会在下次7月16号对，7月16号播重播的时候，除了后半段还没有播的内容，前面会增加 Alan 他的旅游的影片，然后介绍部落，会跟 Alan 叫。Alan， 你没有听到吗？好，这个听到声音吗？为什么？有听到了。At least your voice out。要为什么哭泣壶？为什么叫哭泣壶？有什么凄美的故事吗？其实哭泣壶本身来讲，哭泣壶它只是一个排湾族的一个发音而已啦，所以它用排湾族发音的过程中去把它转译过来的意思。其实，在对排湾族来讲的话，它的意思本身是在讲说当地的一个水流的汇集之地哦，因为在群山环绕当中哦，它的整个自然生态的一个很丰盛的，就因为透过这样一个的水的湖面的这样的成立，所以它的一个水流非常清澈，然后所以为什么能够在附近种了很多相关的一些特有种的植物哦，这样而产生的。那所以其实很多人都会把它联想说，是不是有些爱情的一些相关的浪漫故事？其实不是这个意思啊，哦，只是说在这过程中的一个转运当中。后来就部落族人他就直接都把它设定为哭泣湖。其实你用哭泣湖的名字，是不是也造成让人家很多人的向往，说这个地方是一个很有浪漫爱情，或是有怎么样的一个特色，值得人家去探访哦的这样过程。所以当我第一次我听到哭泣湖的时候，我也觉得蛮有特色的。然后当真正去到那边之后，才真的了解原来他当地的环境哦，就是一个非常非常的一些自然的生态哦，然后就是特有种很多，然后借由董牧师哦，一个那位主人叫董牧师，他在经营保管，等于在整个维护这个整个湖面的周遭的一些自然生态当中，他会特别来跟我们介绍整个这样一个相当的这样一个过程，包括库奇湖当中的那一栋石板那个对石板屋哦石头屋哦，所以那个石头屋如果说有机会的话，可以在那个石头屋住一晚哦，晚上的宁静完全都没有特别的一些光害。在萤火虫季，整个山谷都是萤火虫，那看天上星空是非常漂亮的。但是只有一栋的石头屋而已，那个要定也是要非常的难，所以要跟
跟那个民宿老板这边能够提早。这个石头屋在哪里？我们要把它记起来。这个石头屋在哪里？哪一个部落？它这个石头屋就在哭泣湖，那这个哭泣湖呢，哦、湖就是刚刚所讲的水上草原，其实是在连带的关系。所以一般来讲，它是属于在南台湾，在屏东牡丹乡内，等于说是台九线。一般以前的话，我们要从屏东要去台东的那个台九线上哦的其实一个支线的路上就可以看得到。那以前我去那边，因为路途遥远，所以通常整个对那边排湾族部落来讲的话，一般的排法都会是把呼气湖跟水上草原结合在一起的一个行程哦。那也包括了它旁边有一家非常也是蛮有特色一家那个原住民的风味餐。所以会这样安排的一整套的这样的一个的流程、啊、那我觉得，嗯嗯，你说，请说。哦，没有，我觉得，真的是，我觉得如果能够像你讲的，如果能够 order 到住在石板屋一夜，然后看萤火虫，然后又可以去体会那个，哎，我在美国只是会想到像 Bubbling Brook 是比较神秘感的湖泊，我还没有想到说。去湖边体会那种如泣如诉的那种河流声音的感觉，嗯，我觉得这个也会是很棒的行程呢。嗯，对，我们真的要来做一本必有的私房景点护照，旅游护照。对不起，我刚打断了 ，Alan， 你可以继续讲。没有，其实就是就像刚刚所分享的过程中，其实蛮多这样的一些介绍哈。其实我也觉得，其实应该是说每个部落都有它的特色，所以它如果真的要深度，可以非常深度，更知道很多很多相关的一些旅游的一些能够获得从中得到一些相关的一些资讯，能够让你真的能够体验在这部落当中，能够真正去获得你要的东西。那所以我是觉得这一路走来其实很多很多看到很多，那我这次的收集的照片当中其实还是觉得意犹未尽、啊哦、因为太多我想分享不完，那只是说能够让大家能够在借由一个部落的一两张照片当中大概了解它当地有什么特色。那其实真正的去玩部落就真正的是要有部落导览员当地来做人文的历史解说，然后带你去游览他们当地的一些不管是自然的、天然的，或是一些他们自己创造出来的相关一些特色，才能够让大家能够真正的去得到你真的想要的一样的活动。哎，这是以上我想再补充分享的。那但后面下半段的那些后面的相关介绍，那些部落美食，还有包括美食也是很有特色的。哦、啊，这些都是后续如果有机会可以分享给大家。哇，我觉得那个部落美食好厉害哦！谢谢，他们现在摆盘，哦，比我们平常在家里摆的还漂亮。就是很有西式摆盘风这样的餐点，而且我也发现到原来那个婚礼上爸爸妈妈要跟小孩子一起跳舞的这个风俗，要开舞的这个风俗，可能从原住民部落就开始了，还不一定是西洋来的，可能从很早的原住民他们婚礼就是有这样欢乐舞蹈，然后犹太人也喜欢群聚跳舞，每次他们办 party 一定会大家围起来跳群舞，我觉得这个可能都带着原住民风，嗯，也很值得推广。我觉得每次办 party 或者是大家手牵手一起来跳个舞蹈，我觉得那样的感觉很棒，嗯。阿秋，我可不可以再请教 Alan 老师问题？关于那个原住民部，是因为刚刚那个老师有讲到说像譬如说泰雅族，台湾最北边的那个算是最北边的哈，泰雅族非常大，那可是我是对名词有点混淆，想请老师那个澄清哈，就是像你有提到的说什么部落，那不同的部落可能里面都是同一族的人，因为刚刚老师有讲到过几个部落里面的人都是泰雅族，所以说是泰住在不同的部落吗？我叫 Alan 老师，这样听到我声音吗？有听到。应该是说，就是对一个族群，其实就像我刚开始在
其中前面两简报分享当中有一张是全台湾分布的一个十六族族群的一个分布图，所以在那张的简报当中其实是有特别去讲，比如泰雅族好了，泰雅族的分布非常广哦，它是从最北端哦，它是从桃园的复兴哦，复兴区这边一直到新竹的尖石哦，尖石乡，然后一直到苗栗的台南乡，一直到台中的和平区，甚至包括到东部到宜兰的南澳哦，南澳乡这里，所以它范围的非常非常广，几乎是算是全台湾算是哦，也蛮大的一个族群的部落。那所以在这个泰雅族当中，它很多不同的部落所衍生出来。那为什么会很多部落？就比如说大家看到，不管是司马库斯部落，或不管是哦天狗部落、象鼻部落或什么部落之类的，那部落都是分布在不同的区域哦，比如分布在新竹县哦，比如在苗栗哦，或者在或在台中，或是在那个桃园哦，这样子啊，所以在部落里面，当然它有不同的社群啊，所以理论上来讲，就是说一个部落从一开始的一个从源源发展出来的一个，从他们的祖先所衍生出来的后他代的子孙，那当然就是会不同，会不断在不同的地区所定哦定居下来，然后当然就以他们当地的一个支脉的族群，然后在那边。整个发展出来之后，他们就自成一个社群，所以就变成一个不同部落的这样一个产生哦。所以这样来讲的话，就是同样全部都是属于泰雅族部落，只是他们分布的不同，不等于说他们居住的地方所在的地方不一样而已。好、哦，所以、就是、那所以老师就说，如果他的地区不同哈，虽然同一个族群，譬如说泰雅族分布在不同的部落，那他们的人文会有差异吗？原则上来讲，他们人文、他们的母语都是一样的，他们对这个族群的语言都是一样的。那连风俗，譬如说婚礼习俗都会一样？婚礼习俗原则上都一样。哦，好，了解。不同的族群哦，不同族群的不同的不一样，这样而已。所以为什么，比如说他们同样族群，他们办的什么祭典都是一样的啊？绝对不会说办这个。哦，比如说办这个族办哦，他们这个族，然后比如说阿美族，好像办了丰年祭，那为什么阿美族他们办了丰年祭，他们全部东海岸全部所有的部落的丰年祭都是一样的一个仪式，都是这样的一个做法，只是可能有些地方他们部落有些他们的特别的一些服装或什么的会去做一些改变，但是大致上主要的一个架构上都不会变的。那。哦，那譬如说他们的丰年祭听起来就是很大嘛，一年一次的这种丰年祭，那他们同一个族群不同的部落，他们会在同一个时段，譬如说同一个月份举行吗？原则上都是在同样 大概那个期间内，但是每个部落的时间还是会有不一样。嗯，对，由当地部落的一个长老这边所会拟定他们的一个排定他们时间出来，所以有时候你去，所以你都像有时候你每年的八月的时候，其实你只要会去关注一下，不管是新闻或是一些资讯哦，都会去写说，有的他们是办联合祭哦，有的是会全部所有的哦好几个部落族群一起合办一个丰年祭，啊，有的是部落他们自己个别办理，那时间点来讲都是在那个月份，然后可能会不同时间来办，所以像我那一年我去看丰年祭的时候，我就赶场啊，比如说。剑浦部落他办一个丰年祭，然后港口湖部落办一个丰年祭，那就是他们的祭典的，他们都是自己族人去办理嘛，所以会不同的时间、哦、有不同的安排，所以我有时就赶场，比如我今天晚上去看这一场，然后隔天再 看另外一场，这样子、哦、这样的过程，那能够去感受不一样的一个的他们的一个服装仪容、啊、就他们整个服装的样子是跟舞蹈都是有点不特色、嗯、哦，谢谢老师解释，很有趣。刚好 Lucy 你也提醒我，那个我刚刚突然发现泰雅族他用泰雅，然后因为提到矮黑人，我想台湾的原住民可能跟非洲的矮黑人确实是有点关联，然后我想在7月16号那天重播的时候，也许请 Alan 老师帮我们解答，或者是我们可以发现到一些东西，就是这个泰，我突然发现矮黑人的 AY 然后跟泰雅族的 AY 好像都有异曲同工。
那好，我们今天节目就暂时在这里，然后后面有那个徐浩平的 Zoom meeting，大家可以赶。那我现在就先，徐浩平的时间好像10点半还没有到，我们可以看一点点那个 Alan 老师的高斯部落婚礼的影片，然后作为结束。谢谢大家。那些都是观众哦。还有机会回来再看爸爸。谢谢啊，有人要结婚，谢谢你们。哎，紧张，你不要紧张，我也是第一次结婚。那个，帮我记在这边。哇，这边还没有爬上去啊！那你辛苦了。我不会辛苦啊，娶新娘很怎么会辛苦？请问一下，这些嫁妆你们满不满意？满意。我们的音乐来祝福这个嫁妆，我们的嫁妆的新娘是我们，因为我们在我们的传统信仰里面，我们一直嫁妆是这两个，新娘是我们。谁哇？你的男生的手。把两只手变成一只手，然后把那个杯子抓起来，然后两个口变成一个口，然后把两个哥，对，一二三，来，不管你的家乡在哪里啊，从前时候是一家人，现在还是一家人。哇哦，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好，就。